比如说你感冒了，对，不舒服，对吧？老师说老师感冒了，老师鼻子不舒服，要这样。然后呢，喉咙这喉咙也不舒服，我的身体不舒服，我生病了，我生病了，我的身体不舒服，对吧？老师也生过病，在5岁的时候发烧了，要吃药，医生要让我们吃药，对吧？好的，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篇课文，在小丽家。我读一句，带同学读一句。我先开始，这里，我听说你身体不舒服，怎么了？我听说你身体不舒服，怎么了？对，怎么了，对吧？身体不舒服，我生病了，我发烧了，我感冒了，就不舒服。然后这里，前几天有点发烧，现在好多了。前几天有点发烧，现在好多了。好，喝杯茶吧，这是我为你买的绿茶，很不错。喝杯茶吧，这是我为你买的绿茶，很不错。很好，这里，谢谢，我要吃药，不喝茶了。谢谢，我要这药，不喝茶了。这里，那喝杯水吧。那喝杯水吧。好的。好的。好，看一下第一个，你看，对吧？你看，他躺在床上，看一下，这个人，这个男孩儿，这个男孩儿躺